随时起步。王琦举起咗好耐噶啦，好咧跳出嚟嘅时候啦，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咁啊见到内栏位置人人有福，中间魅力之心大我都撞阿茂宝宝啊，第四位红眼就幸运连连啦，跟住后边第五位好彩利，第六位京城珍宝，第七位咧仲有太阳喜喜啊，后跌嘅马啦，先有色飞内栏啦，中间倾心星啦，外边咧就傲飞星，包咗落尾嘅马咧就荣光大道啊，好啦，过呢个八百米段处，阿茂宝宝放咗出嚟跑第二位幸运连连啊，内栏第三咧就魅力之心啦，外边第四好彩利，中间第五位咧仲有人人有福啊，再后边嘅话京城珍宝，中间位置咧就太阳喜喜，外边傲飞星啊，后跌只有加多福啦，色飞啦，尾二位。至倾心声包咗落尾嘅马咧，就系呢只荣光大道嚟噶。好啦，入直路啦，阿马宝宝占先，幸运连连第二位啊。咁啊，外边有好彩利，内栏位置就魅力之心啊。再后边咧，仲见到中档位置系人人有福啦。外边打冲锋嘅马就太阳喜喜啊。斗到嚟最后咧，百零米前面透出嘅马，阿马宝宝中间，外边幸运连连，内栏咧就魅力之心啊。后啲嘅马仲系人人有福、太阳喜喜嗰啲马，最后百零米透出就系幸运连连，都好有机会赢出呢场赛事噶，跑第二名。阿马宝宝啊，第三咧就太阳喜喜，第四名有人人有福、魅力之心，两匹马相当接近啊。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幸运连连咁啊轻磅咁啊减十磅奖卡其胯下咧就顶得对手赢。阿马宝宝抢咗喺前面都挨翻个第二，太阳喜喜第三，人人有福个第四机会比起魅力之心高添。临尾一只马落飞就系呢只幸运连连啦，咁啊顺利赢马43蚊。第二就真係難捉啦，阿馬寶寶啊，放出嚟跑，捱到個第二，太陽喜喜第三，都係準嘅。人人有福第四，臨尾成為大熱門嘅魅力之心啊，只係能夠跑到第五嘅啫。因為佢好立心要攞入邊嘅喎，一路俾人壓住嚟跑嘅。啊，女神呢兩隻都跑第五，魅力之心劍斷浪。咁啊，人人有福啊，咁啊趕過到埋邊嗰只魅力之心。四隻熱門俾只99倍卡咗佢第二。难搞咧，就睇下预计派彩先啦。跑第一名系四号嘅幸运连连，临尾独赢落到43蚊，位置派14.5。跑第二名系二号亚马宝宝，位置派348.5。跑第三名系一号嘅太阳喜喜，位置派14蚊。连赢位二搭四派3891.5。三红彩四号、二号、一号派29850蚊，单次派3049蚊。位置 Q 二搭四派753蚊，一搭四派30蚊。五号一搭二派612蚊。跑第四名是三号的人人有福。今日幸运连连，不会再遇到花红这么快的前段。在这里就到了，看看个组合独赢三减一，胜出组合 A2 隔夜半热门派25蚊。今天你组合独赢打一搭去的A1 是连续四次，现在 A2 是打一搭两场。头两段都遇到个偏慢嘅步速，纵使都冇话雷神嗰次赢嗰个形势有遮挡，咁但系都冇所谓啦，起码慢好过上次啦。至真系俾阿 Matthew Cherry 阿蔡明少嗰只花红啊搞一搞，咁啊断咗一次。咁场嘅千二就慢步速啦，47.25秒啊！头先我两组四班都46.4秒。系啊，第二段尤其慢咯，揿到22秒900。咁啊，睇睇个四连慢啦，1559蚊。四重彩派56793蚊。红咗只亚麻宝宝嘅第二位啊，净系分只二都分55000啦。真系，如果唔系就四大热门嚟嘅啦嘛。嗯，搞唔掂啊！真系。蒋嘉琪复出，赢翻马啦。跟住嚟紧礼拜三啊，谷草都跑得啦。嗯，你睇翻幸运连连上一次嗰个段速同今次嗰个段速系真系差好远，所以都唔可以怪上次。哎，雷神输咗喎，上次真系跟快咗。40几蚊一只幸运连连，边个系俾人扯快咗？上次系。咁啊，今次落飞都得手啦。捧埋杯添啊，系喎，平啊，热杯嚟噶。系复咗榜先啊！
第一隻杯嚟，嗰度係兩隻刻意用佢減磅嘅馬，今日都跑得好好，即係嗰隻崇山寶係更加 surprise 啦，咁嗰隻難啲咯，因為嗰隻比較沉啲啊嘛，緊直都呢隻都叫做話啊有露足啊咁。好啦，翻嚟復榜，睇下我冇咗啲榜先。不過今場我覺得人人有福早段都冇辦法嘅，因為其實步速又唔係好快，但佢又唔自己走多啲喎。上次又唔係喎。係咯，佢貼住條欄㗎，跟住見到咦殺緊埋嚟喎，魅力之心，結果頓後咗兩踏㗎。咁都跑下第四啊，都好過只魅力之心嘅。但我覺得比起上次就好似個說服力唔係好夠咯。嗯。洛雷拉都輸咗兩隻噶啦，一來一外啊，兩隻都係升班馬。佢自己賽前就睇嗰隻高啲添，劍斷浪咁，佢就輸咗呢隻魅力之心。兩隻都輸咯，係啊，見到兩隻都輸，唉。同埋阿妹。香港平馬同業協進會杯。咁啊，見到好多我哋嘅業界嘅平馬人，咁亦都有個投票題目俾大家噶，邊一隻馬可以勝出今屆嘅澳港杯？港澳杯咧 ，A 就和順超影 ，B 就飛來猛 ，C 就起等閒 ，D 就旅遊隱意。有心水嘅朋友不妨去到 www.hkracinglife.com 去投票。我率先投個 D 先啦，旅遊隱意啊，上一次嗰支題得幾好啊！我唔投，因為不在。此四者範圍嚇，我嘅心水不在此四者範圍之內。哎，都可以噶，咁你就去留言啦。即係如果大家咪成日聽我講咪，係嘛？我話嗰啲家庭觀眾，如果咁啊係，如果你冇你唔中意呢四隻嘅話，你可以再留言。係可以留言俾我哋，話俾我哋知，我唔中意呢四隻，我中意澳門馬咁樣。哇，型啊！代表我哋即刻拖翻你哋嗰啲心水先。我哋阿拍檔阿康都係執位嚟嘅喎。你做咩唔落去颁奖？你坐咗我隔篱。咁要排一队先啦，廿年后都可能到噶。好啦，见到蒋嘉琪，呢系小宝杯啊。耶！之后就惯噶啦，咁多几个就会记得出翻嚟。恭喜晒马主，号牌马主啦，陈伟先生，幸运系啊！今年嘅沈泽成用蒋嘉琪，有好多马都用得好好咯。咪有一隻直路嘅嗰隻轉，睇咗呢場先啦。巡邏影片咁一起步，其實就大家都快嘅，係只識飛嘅慢啲啦嚇。前面走啦，我哋見到魅力之心明明入邊騎緊嘅，人人有福，見到人哋埋緊嚟，你就即刻縮手咯喎。跟住亞馬寶寶又再殺埋嚟啦，雷神望到，咦俾你過又好喎，咁啊然之後見到就幸運連連啦。咁啊數翻後邊啊好彩你咧，京城珍寶中間啊太陽起起，傲飛星喺個尾五嘅位置入面啊識飛啊，然之後見翻就嗰只加多福嚟嘅，傾心星呢好大步嘅馬咧喺個尾二嘅位置包咗嚟，榮光大道。出閘亦都慢咗少少啦，嗰隻傾心星啊！嗱，跟住呢一度見到人人福又要轉翻出嚟，前邊嫌慢。拍寶啊，俾阿史作封都封咗一陣嘅，不過一轉彎就咬出去啊！呢度咧，逼一逼你出去。嗯。雷神係死等入邊個位。
有意冇之间，但系马有嘅话都上到嚟嘅嗰个位都有啦，后尾个位都有。但系你追唔过亚马宝宝咩都唔使讲啦。嗯，人哋都走咗去啦。加多福追得近，福榜完毕噶啦，派彩作实。位置 Q 二搭四派753蚊，一搭四派30蚊五毫，一搭二派612蚊。组合独赢三拣一，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5蚊。四连环派1559蚊。四重彩派56793蚊。孖宝五场五六场四中正派299蚊，五场五六场二安慰奖派3244.5。分段时间24秒27、22秒98，都是个偏慢时间，末段22秒24，总时间1分09秒49啊。